这是什么？这是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！哎，我看看，不能看！那天晚上你我逼我，亏我还内疚，还给你准备礼物来着。你总是嫌你动的房给我，那之后以后还留着给别人用呢。你给谁用啊？当然是我未来的夫君了。我一定找个知冷知热会疼人的，他心里没有四姐，就只有我，绝对我一个人掏心掏肺。 自然是停不下去，待我亡故之后，用圣辉将我的沐风不可留一点，免得我沐中冒出绿光来，与日月争锋。三殿下，您这般布置，一定很贵吧？是你让这无间之地有颜色。我知道你留在尘间界是权宜之计，我也知道你是神族天妃，可我就是爱上了你。 本君的本命，便是这陨落星辰。若是帮你实现愿望，应是不难。看到那颗星星了吗？它名唤微月焰。今日，本君就将这微月焰赠予你，愿你生如星辰一般。 在天璀璨，在地从容，担得起青木仰望，也经得住暗淡平凡。许个愿吧。我就是觉得这个少典空心还算有点人情味儿，之前是我误会他了。嗯，我问你，你看着我，你是不是喜欢少典友情啊？ 快去找我母妃！啊，秦桧要见我母妃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何不走啊？如此这般，可有久病卧床的样子？啊，嗯，将所有的洞口全都。